继上次八元买八百钻之后呢，现在又出了个点券可以抽永久氪金 A 车的福利活动，所以呢还没知道这个福利的小伙伴呢，请看完这个视频了哈，不然可能就亏大了啊，毕竟这些氪金 A 车呢，去年很多人都是花了几万钻石来抽的哈，所以呢现在抽到就是赚到呀哈。好，那废话不多说，这个福利流程是这样的哈，大家呢需要先在商城用点券购买名叫孤勇者的套装，然后在活动界面里用这个套装兑换这个碎片，然后再用这个碎片呢在寻宝界面的碎片兑换里面兑换补给箱里的金金，那兑换之后呢再用这个金金去抽补给箱，一般来说可能要十几万点券才能抽一辆永久 A 车出来，所以呢对点券的需求是有点大的哈。想要抽完里面六辆车的话，我看到有人测试啊，需要差不多上百万点券的都有哈。那么这六辆 A 车呢都是18年的老 A 车了哈，虽然性能呢有觉醒加成还可以，但是转向就不够用了哈。像刚才那局开的暗夜伯爵呢，转向就跟焊死了方向盘似的哈，体验感很一般。而我现在开的这辆恒星呢，我认为是这六辆里面性能最好的一辆啊，特性还不错，觉醒后手感也可以，然后最有收藏价值的我认为还是黑色闪电。这车呢由于是飞车刚公测时的首批 A 车，所以呢以前的价格就比较贵，两三千抽的都有，所以呢现在点券免费抽到的话那就是赚到呀。不过呢这个活动时间是挺短的哈，3月3号至3月5号而已，两三天的时间，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谢谢。